因为这是我的家乡，我希望更多人来这儿发展我们家乡的文旅。其实很多我们现在所喜爱的国潮文化，包括你看现在的宣纸这个服饰啊，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那这个东西真的不能丢失。也是希望就是家乡可以越办越好，文旅发展可以更长更红，有更多的这个年轻啊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网上刷到这个活动，可以了解到不仅仅是这一场活动，也可以了解到泾县这个比如说很有名的我们的桃花潭还有月亮湾，对吧？就希望多多玩一玩，多多旅游旅游，因为这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地方。